每一组的两边各站三名队员，然后由队员这样依次接力。在转的过程当中，不可以用手触碰布条。发现一次，你们的总时长会加5秒，最终是时间短的队伍获胜。男队先给女队打个样，打个样。 一，眼睛看正，选一个点。加油加油！我看见倒影了。最后5米，好。 我们男队先给女队打个样。哇！滚过去！滚过去！快快快！先来，先来！来呀！你先来，你先来！ 你先来啊！你先来啊！你先来啊！喂，上个屁股！哇！哇！哎，腿！我奶奶要求了！犯规，加5秒！哇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还不完呢？ 你近一点了，你离我近一点了。什么呀，到底是我的妈呀！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啊，好晕，啊，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到时候贴很近很近，对，会比较，对，然后两个人速度一样，好车，好车。 好可怜，你先别转，你先别转，你先让他转，对，好，对，我好晕啊，真的很晕，我操，才玩2圈就晕。
你先别动，近一点，你等现在过来近一点。不，你把他抱起来，你把他抱起来，抱起来。转！还站着好，站着好！快加油加油！哎呀，打结了！拖过来！你把他拖过去！把口水收起来。女队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哇！完全没问题，可以啊。哇，这么厉害，怎么这样？输了，我们输了。姐姐卷完好长啊！还是美的。我们有一个希望，好像能赢，我们还有点希望，我感觉。你转的快一点，然后姐姐你转的慢一点。这个高度差太多了。
我们就是来搞笑的了。哎，不要公布成绩了，不要公布成绩了，不要公布成绩。来了，下一趴环节，下一趴。整个这趴剪掉，全部剪掉。下一趴不是。我先说一下，准备说什么？确实，人家是挺美的，没想到他们又好又快，又好又快。这个，恭喜你队获得胜利，来领取您的贴，贴到迷宫地址上。六吧？六吗？六。另外一个想什么？一。